大家好，这里是佛之缘频道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，大师预言从明天起，生肖虎的走狗屎运，天天迎大喜，速度接戏。生肖虎，人之所以不幸福，就是因为人们不会珍惜。人们面对着一天好似一天的生活，面对着越来越好的条件，总是想往更高层次跨越。其实幸福是一种期盼，是一种美好心灵的感受，只要我们珍惜拥有的一切，用心去发现，用心去感受，你就会发现你就生活在幸福里，幸福就在你身边。属虎人今年与太岁相合，能得贵人暗中相助，事业运势相当不错。由于受到华盖的影响，从事设计、策划、创作等有技术专长的人士发展比较顺利，有晋升的迹象。但从事与客户打交道工作的人士，尽管受到合太岁的影响，人际关系也比较顺畅，但同时情绪上会受华盖影响，在沟通上会有欠缺之处，就算口才出众，也往往发生鬼使神差般的事，久而久之甚至有些逃避心理，有点害怕与别人打交道，将会是事业发展的一个阻碍。从今天开始，祥云枝头绕，大金虎双喜临门。属相属虎的人进入十月起时，也初步人生的财运大逆转，毕竟迎来了顺风顺水的日子。属相属虎的人做人干事都能够让自己心里翻开美丽崭新的一面。属虎的人今年相合太岁，并有三台将星入格，运程特优，坚毅不屈，斗志甚佳，尤其在事业上的进展更是冲出龙的猛虎一般，得以好好发挥，对于官运、考运、商机而言都有不错的表现机会。本是本分人的属虎人，十月开始必能激发善缘，成横财运，不仅不漏财，反而生财遍地。就因为有贵人的鼎力相助，难也转为易，风生水起在眼前，无需煞费苦心，该来的正财总会来，注定不再穷。事业迅速迎头赶上，有一大笔可观的财富去周游世界，后半生过得很悠闲，吃喝玩乐，少灾少病，能顺利地过完下半辈子。所以小编提醒还年轻的属虎的朋友们，虽然年轻的时候很辛苦，但甜头都在后头呢。属虎的人非常大方，智商情商都很高，今年一定要恭喜生肖虎了，他们大难已过，运势一飞冲天，赚大钱发大财，运势大红大紫，红的发紫，万事如意，生活特别旺，让人眼红，走上发财道路，事半功倍，钱财旺，富贵到来，拦都拦不住，数钱数到手抽筋。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，吉神相随，所求如意，逢凶化吉，神智洞达，幸福如意，心想事成，如意吉祥，万事胜意，财源广进，笑口常开，生意兴隆，蒸蒸日上，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，年年有余，事事顺心，万寿无疆，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，如意吉祥，愿三宝加持和护佑，土地公赐福，六大生肖迎来转机，天才又天喜。生肖鸡，属鸡人守时观念很强，从来都不会浪费时间。十月底喜讯频发，横财不断，天丁天福天鸿运，升职加薪。他们也许对自己要求过于苛刻，但是有严格的要求，就有更好的未来。他们近日身边紫气蒸腾，生意场上发展顺利，客户多如流，连日发财的福，家里的财日日增，喜气不断弥漫，钞票堆积成山。生肖牛，生肖属牛人勤劳憨厚的性格，很受人敬重和信任。十二天里财神住家里，天降大喜，财运横生，横财一直发，属牛人桃花星入命，事业上成功晋级，在职场风风光光，发展极为顺风顺水，自身的魅力也大放异彩，身边的异性缘分越来越旺，可说人见人爱，职场成功，情场得意，羡煞众人。属牛之人最大的性格特点是勤劳，他们整天忙碌，甚至忙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，他们讨厌浮华不实的作风，
从来都是一个脚踏实地的实干家，这种锲而不舍的性格铸就了他们对事情的控制能力，甚至对自己的命运也有一种控制力，对于自己的人生能够很好的把握。生肖蛇，属蛇的人生性稳重大气，有大局观念，还能够拥有着乐观向上的心态，就算面临困难也可以冷静处理，这样的好心态也是让他们对待生活较为自然。意外之财颇丰，投资也好，买彩票也好，都会赚取很多的财富。在赚钱的路上，贵族经常支持他们，他们的工作相对顺利，你一生中可以得到很多意想不到的财富。蛇人并不完全依赖他们自己的辛勤工作，而是主要依靠一些投机利润。他们一生中从不担心钱，他们天生就有好运和财富。然而蛇人从小就养成了奢侈的生活习惯，所以他们一生中没有积累太多的财富。生肖龙，枭龙的运势天生就极强，命中有聚财进财的好命，所以枭龙很少有为钱财犯愁的时候。最近一段时间之内，枭龙只要能勤奋一点，加上本身的天生运势就极强，八方来财，尤其是意外之财，财运不断，只要钱到位，一切也都顺利起来，人逢喜事精神爽，枭龙也是一路好运相随，喜事连连。属龙的人需要具备随时改变自己事业发展方式的能力，掌控好财运的不同变化，以确保自己能够在事业上顺利发展。此外也可以多多利用一些三合六合贵人运改变自己的财运，像是属鸡的人就很适合与属龙的人一同共事，能够极大的改变生肖龙一生的财运变化，确保实现自己的财富诉求。此外，不同命格的属龙人对于财富要有着明确的追求目标，只要能够拥有明确的目标，那么事业的发展就会变得更有效率。生肖猪，生肖猪的朋友今年下半年的运势还是值得一提的。十二天里财神住家里，天降大喜，财运横生，横财一直发，财运旺盛，做事顺利，如鱼得水，用心经营自己的事业，品牌知名度会大幅度提高，想不富贵都难呢。生肖羊，属羊的人性格内秀，聪明好学，极有创造天赋，十二天里财神住家里，天降大喜，财运横生，横财一直发，就开始福气深厚，有财星庇佑，前途无忧，他们正财偏财都特别旺盛，在十五天之内必定会财从天降，机遇多多，能够赚大钱，发大财，有大笔财富进账，金库满意，富贵盈门，生活富贵多金，提高一个档次。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，吉神相随，所求如意，逢凶化吉，神智洞达，幸福如意，心想事成，如意吉祥，万事胜意，财源广进，笑口常开，生意兴隆，蒸蒸日上，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，年年有余，事事顺心，万寿无疆，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，如意吉祥，愿三宝加持和护佑，留下自己的心愿，在评论里点赞祝福别人的心愿，自立等人大愿就可以实现。